家好啊，今天那个嫂子说她有时间，她说去哪里拆杨梅呀、啊？她打电话我说带我跟玲玲去拆杨梅，我现在就过去找她。我不背呀、啊，不背呀、啊，我妈妈帮你背。她不愿意背的。好了，那我们走了，走了。哎，玲玲回来。小刘，快点。玲玲在后面一个人呢。你怎么会在后面哦？跑前面去，跑前面去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去，快点！怎么你又退回去哦？哦，你看，你看，他们在前面呢，快点去追，去追，去追，走啊！追追上他们，等等我呢，快点去追。啊！哦，妈妈跟后面。都没有红，拍个视频也好。是啊，拍个视频也好。他们说山上有那个野的，去找一下。我问他们有没有卖，他说怎么卖哟、哦？他问我怎么卖哟、哦。都没有熟，这种就是小的吧？你上来那个子的，刚才我喊他那个子，这是小个的。没都没红，啊，一割的这么多啊！现在连快了。这就是大路啊，没有啦。这个是红了，这个猫儿干还长高点，老是厉害了。这是野生的。是别的。都没有啦，人家拆完了。嗯。花蒜多得很了，这个。哎，好酸呐、啊！太酸了，这个拿去泡酒。嗯。好酸。要不是梨，等我把那个梨弄一点。现在还没熟。反正我们在屋里熟着都行。干嘛去搞珊瑚礁嘛？这带点珊瑚礁。红枣、高枣可能是。都没有，没熟，还有那么多哎。看一下。这种就是野生的杨梅。懂哦。这个会刺人不？试一下就知道了。它缺钙。这会不会咬人呢？耶！这个好漂亮哦，对，还漂亮。
整个野味味儿。我林给你送礼物，那个苗子味儿一礼物。这个毛毛好舒服。老板呗。你给他看着他，这我不怕，这个没事。今天给你送个礼物。对呀、啊，五二零。对。嗯。把坛坛包回去跑三彩。给你，你把包回去跑三彩可以。哎呀，你们看那孙儿经常老子老的嘛。在那个就是呗。那那一说。哎呀，那都是个。前头那个坐那个车子车的呀，那个。这个叫做什么树啊？普通话我是不会讲，我会讲我们那里的家乡话。那前头那树，你们那里有吗？有。但那不香啊。我你吃噻。你把它搞烂就香了，必吃啊。是那个东西？是是，一看就知道是。弄得好。摘摘摘。搁这有辣椒香吗？那里那么大一圈，你看到没？你看那好大，那还去？没见着噻。哎，够大的多少个牛多？上面应该有很多。哇，上山呐，去摘呀。今天这四个大美女都是穿流露大腿的。本来我们说在那边拆的，后来没有，又来到这边山上来。看一下这个路，哇哇哇，哎，走了，我们这种给你们男人家去都没有熟啊，那个哈就不行，走吧。这脚上也是高高的，但不管是普通。这种有很多哎，这个过几个月就熟了，这个。我跟我比你是穿了，我这个整个肩子都打的。我为啥不过来？他看没看到？我们今天不是跟老乡他们开车一起过来的，小林刘是睡着了啊，得再跟老乡在车上睡。到山上去，本来是说来拆人家买的，人家没有人在家，后来去山上找，就得一点又没熟好，回去了。我们摸到一个这个，哟，下雨喽！好玩不？